怎么打字都难。啊，泥鳅泡酒的功效，美味儿。民间要壮阳，哼。泥鳅泡酒还能壮阳啊？泥鳅泡酒还能壮阳，他妈纯鸡巴扯猫逼！我在这儿，你说黄鳝可能还……哎，刚一说起来，我底下一条黄鳝，算了，扔那儿吧，晒死了吧，忘拿了。你们要不要搞点泥鳅泡泡酒尝一尝？我给你看，兄弟，我们家里啊，我还泡了什么东西？野生蝎子泡的那个60多度的原浆高粱酒，2018年泡到现在了，几年了？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算是哪是18年？17年泡的，17年泡的，5年了。在你们这个，你要跟我这边在他们那键盘，我就把他把楼上的键盘拿下来给他们，要不然他和我们那键盘。吃饭。吃呗。今天也没有什么美食，就脑子，我给你瞅瞅那个我泡的那个酒啊。哎呦，肚子咕咕叫。没事，妈，你还热大，你要吃凉，我这热死。你说谁要有你谁喜欢喝酒，这玩意儿不就是宝贝儿吗？啥时候给他们吃？泡在这儿也没用。给谁吃啊？酒啊，我操！我要一直泡着。泡谁要吃的话就拿一点，这张卡换 WiFi 了。这个东西才要大补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泡6、7年了，这才要大补。